贵好不好？搞不好他们就是很喜欢看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嗯，看一下服饰店可以怎么弄。你就盖在观景台对面啊，看完马上下来买。哦，他可以选诶，没有，恐没有，龙连没身有，衣我是这什么么想鬼接啦？轻轻的接触你的对啊，电是工脑，作人问员题啊。是工作人员穿的。我要卖这个，我要卖提这升能见度，同时用安全玻璃把游客们和恐龙隔开。卖多少钱啊？40块好了。美金哦。对啊，来，他只输20块啊。变电所怎么用啊？要变电所，你要。你就建完之后，你要拉线，要拉电线过去到那边。去哪拉线？电力那边不有个电塔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你的那个变电所先建好，然后用电塔拉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先建变电塔。对。然后呢，你再用电塔拉线过去就好。啊，变电所去。哦。你要反过来建也是可以啦。哦，它有区域哦。嗯。啊，创造奇迹。再来。哦，这样子哦。然后怎么拉线？哦，这样子、哦。就，对啊，用拖曳的。哦。啊，炼材第二步，我们来建素食餐厅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嘿，哎呦，吓死我，白痴了！我是艾萨克，我听说过你的事迹。我负责的是娱乐部门，如果没人看，就算是全世界最精彩的表演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要怎么让人进去拍照啊？是真的要问出答案。拍照什么意思？他说要拍摄一张恐龙在吃草的照片。园区需要游客，温血动物来拜访，人越多。我嘛唔知呢，我还没到那边。我现在你说那个什么死前生命，那三个任务我一个都没完成，所以我还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东西。嗯，道路里面没人啊，可恶。笑死！我卖恐龙大餐好了，卖个30块。今天是欢乐赛啊！今天是欢乐赛。境界。礼品。看不怎么对齐呀、啊，没有网格啊。你只能那个啦。目测啊。目测。妈。没有，没有在比赛啦，只是比什么？只是。只是。就是都在研究，你知道，大家都在研究。哇塞！风化恐龙，哎、欸，他还没70%哦。勘察地图，电会不会用完啊？会，那盖太多东西会。那你就是要在建发电厂，或者是提高发电厂的效能。嗨，
嗨，我是欧文。啊，我是选择盖一个发电厂。都叫我欧文，应该说大家好像都这么叫我。我见过一些我不愿再提的事，但这没有减少我对恐龙的热情，应该说对迅猛龙的热情。你们得赚钱啊！尤其是我和布鲁，哦、有我们有很特别的关系，就像是我和克莱尔的关系，只是没那么复杂。没办法哦，很难弄哎。什么东西？啊？都建歪了啊！哦，我怎么提升呢？没有变电所。它可不可以同时抽取啊？可以啊。欸，可以耶。我一直不行。两栖类化石没有 DNA， 卖掉。抽抽抽。然后我就要没钱了啊！我钱要没了，可恶！我钱剩下455啊！太穷了吧！我花太快了。No， 没钱了。455，你钱在哪里啊？你四百右下角啊？对啊。接下来我会借你啊，个10、100、1000、10000、100万。他有点哦，他有点哦，你们可能他有个点。有点啊，可是那个点不是就是那个吗？他那个点是应该不是铅的那个吧？就是零点几美。他应该是零点几美吧？那我有1000多块啊，豆价。我花太多钱了，没钱了。我买10块钱。你只能靠你的礼品店啊。我只能靠礼品店的，对。养一只恐龙要170。然后真等钱来了。东西。哎呦，我有钱了，我卖东西。哎呦，老，80块钱卖。来，100块买，买，对，我还没研究你什么虫的，钩虫吗？对，钩虫，钩虫在哪里、啊？找哦，找到了。嗯，有看到有人要被我坑钱。你说进去之前把钱全部调高之类的吗？对。那养肉食恐龙哦，我好怕哦。你可以养啊，然后就互相吃来吃去。我还没看电影哎、欸，还没看电影。我还没看啊，就跑来玩这个可能会被剧透到的游戏、啊。没看。啊，真的，你有看了、哦？没。我嘛没。东北。不过他刚刚已经开始有点剧透我了，我也觉得他有点剧透我了。拍摄一张恐龙正在飞驰、哦，他可以开车车哎、欸，怎么开啊？你去巡逻站，巡逻站，你是要巡逻站是要盖对不对？对，难怪你没钱。哎、欸，不是刚刚有任务要开这个吧？我可以撞人吗？你可以撞我吗？哎，巡逻站在哪？我在观景区啊。哦，哪来巡逻站啊？哦，这里啊、哦！你们这开车从里面穿过去也太白目了！我可以拍照哎、欸！等一下巡逻站是要盖在那个吗？里面还外面啊？外面，我来啦！当三宝，飞机。我要进去了，
我来拍恐龙。啊，恐龙被我吓到了。哎、欸，拍恐龙可以赚钱哎、欸。有啊，我就在找那个任务啊，他不是任务有。这可不妙，建造更多发电站或提升发电站的输出效率。发电站，我提升，不让我提升啊。就这一只肉食恐龙不会啦，还会有羊陪他啦，我可能就只剩肉食恐龙。要电力，呜、哦，没电了，要怎么提升？团团要怎么提升？我是直接盖一个新的、欸，哇哦！那恐龙被你吓到跑进那个里面，這樣子哦、太可爱了吧？很可爱啊！哒哒哒哒哒，那就跑走。好，来射飞镖。可是他说可以提升啊，就